爱马仕的笔记本若干， LV 的钱包十几个，各种奢侈品傍身，这是微博里日常的郭敬明毫不掩饰的炫富。近日小时代的热映又把他再一次推到风口浪尖，剧组一个灯二三十万元，随便一个包几十万元，喝个水都是昂贵的玻璃杯，这是郭敬明的电影。然而这都还只是冰山一角，生活中的郭敬明几乎是躺在奢侈品的包围中，不仅买下价值几亿元的汪精卫四姨太上海旧址，从沙发茶几到吊灯睡床，通通都是超级昂贵的名牌货。走进郭敬明的家里，有朋友感慨不敢随便走动，生怕一不小心就踩坏价值百万的地毯。据悉郭敬明在上海有多套房，而现在他住在位于静安区的原汪精卫四姨太的旧址，价值几亿元，那里三栋联排别墅都是他的，一栋是住宅，还有公司会客厅等。据一位知情人透露，郭敬明最大的喜好是杯子控，喝各种不同的水都要用不同的杯子，可乐、红酒、白水、气泡水、香槟通通要有不同的杯子，常常让助理拿某某杯子去倒某某水来。不仅如此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